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Dan 유느님유재석今天确诊了新冠肺炎。今天宇杰瑟的所属公司发出声明表示，宇杰瑟在9月底就接种完了二次疫苗，因为在12月11号收到了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通告，马上就接受了 PCR 检测，12月13号收到了确诊通知，目前宇杰瑟取消了所有行程，正在遵守当局的防疫措施接受治疗中。啊，不行，希望刘大神能早日康复。那么 TVN U Kids NBC 노면모아니 SBS 런닝맨也都需要调整行程了，希望艺人们也都能戴口罩拍摄，真的希望宇杰森能早日康复，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出道的37组新人组合。跟2020年一样，2020年也因为疫情，大部分的 K-POP 歌手们都失去了与粉丝们直接见面的机会，很多活动都被取消，所以对于知名度还不是很高的新人级歌手们，真的是度过了一个非常艰辛的一年。但是就在这么艰辛的时期，也是有17组男团20组女团为了梦想而出道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2021年出道的37组新人组合。 T-STYLE Kingdom, Trivi, A26, Pixie, Majors, Wow.Purple Kiss, Mirae Sonyeon, We Are The One, Haishu.Bleachers, Mini Money, Apex, Lysom, Misty.Just be. Omega X. Lumbridge. Skyly.Pasigirls, Dios, Pretty, Aichilin, Luminous.Beauty Box, Nick, Nonstop, Hi Cutie, Hogabu.Billy, Ivo, Sun and Mommy, eat it, that's it, on the
엑스디너리 히어로즈.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내가 봐도 넌 좀 기타